彭凯，我说了多少次不能在教室里边玩球，你怎么不听啊？小雨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你以后能不能干点正经事儿？你要把人家脑子打坏了、打懵了怎么办？人家要参加比赛，人家要拿奖的。怎么？没事，我真没事。怎么还影响比赛了？球这么轻，砸十下也不会坏的呀。你脑袋能跟人家脑袋比吗？你十个脑袋都抵不上人家一颗脑，知道吗？有点自知之明不行。乱哄哄的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吴老师啊，彭凯在教室里边玩球，球砸到宝岩脑袋了，然后我就说了他几句，他还在那不服气，他拿自己球砸自己脑袋，我看不下去了，我就一直在说他。砸自己脑袋干什么？没事没事。啊，哎，有事吗？没事，老师。要不要去医务室检查一下？哎呀，没多大事儿，也没脑震荡，也没毁容。你看人发型还好好的，依旧是阳光美少年。散了吧，散了吧。你们换一下运动服，我们一会儿体育场集合，好吧？好。你回去。好。真没事？真没事。